世界去。歌唱的梦，我假赛了。丑八怪要带来这首张立东的。张立东带来这首丑八怪。张立东带来丑八怪，讲反了啦，很贴，很贴，很贴，好吧。丑八怪不好唱哎。对啊，丑八怪就很唱，算是难唱，很难转音很多，转音很多。那你只能以形补形了。哎，这算是你的优势。再上去就赢了。这是我的另一个主题曲。我们世界去。老师又翻脸了，你好，这样够了。哎，我想是一个安古会。如果世界欺，如果世界欺骗，其实我很美。在爱情里面进退，最多会消费。无关同样的是非，又怎么不对？无所谓。每年翻到都非常的这样。哎，这个蛋糕还真好吃。围绕着我的卑微，也许能消退。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有更多机会，像巨人一样的无畏，放纵我心里的鬼。可是我不配。丑八怪，哎哎哎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？我要的爱。漆黑一片的舞台，丑八怪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像意外。好了，过关了，厉害！如果不是靠这些甜点压着的话，我们会冲进去打你。早就受不了了。感谢这些甜点，他什么通告都接，謝謝连来唱歌的这种东西你也接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立刻执行惩罚。把之前的麦克风先拿起来。哎，这个蛋糕好吃。上面那个白色。下来，不要出来，你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了，拜托，不要靠近我。美人姐还送上一张卫生纸，没你那个废人呐，你赶快把你这个介绍完毕了，好不好？时时做好事哈。好可怜哦，我演了一个释迦牟尼。哎呦，塞狼来啊，塞狼来啊！塞狼来啊！我来是在塞还是？你们都出来猜我说你是有歌唱的梦，我假塞了。没错没错，不要再被通告骗了。